朋友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。那么我是明哥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学到了金刚倒地，第二个金刚倒地，面朝左的，第二个金刚倒地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下来，左脚向后退半步，然后右脚再向后退，做一个虚步，然后呢，做一个白鹤亮翅。这个白鹤亮翅呢，左脚是虚步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两个掌心向外翻，向外，略为向外，金刚倒地，然后身体随着迈步，身体左转，迈右步的时候身体右转，那么接下来这个白鹤亮翅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右手向下，左手向上，向前向后，右手向后向上，然后左脚向前迈步，然后左手搂膝，然后变勾手放在左边，右手从耳上向前推出以后，然后转背，然后向旁边打开。好，那么为了大家看的方便，我们面朝大家来看，是这样的状态，变勾手，左手右手推出，然后向右打开，右手右手打开以后放好，步子是弓步，这是一个，一个搂膝，一个搂膝步。好，那么大家，我们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看一下，金刚倒地，配左步，配右步，配右步，配右步，然后左步向前迈步，身体略为前倾，左手变勾手，右手向前推，然后打开。这个状态。好，我们把学过的前面学过的几个动作连起来，大家看一下啊。下面是今天学的，
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我们学一个搂膝步，一个白鹤亮翅啊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会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城市老驾一路我们就学到这里啊，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次呢再接着学。如果你有什么地方看不懂的，或者是左右分不清的，你可以在留言处呢跟我说，我会回复你。好，谢谢大家。